同学们，上节课咱们讲了伏暑气愤症，少阳气愤这个类型。这次咱们讲阳明气愤。阳明气愤症呢，它主要表现为湿热，阻滞在胃肠，阳明胃肠，而又加有饮食积滞。它这个症候的特点呢，是有外感的湿热邪气困堵了脾胃，导致胃的消磨功能不健全，脾的运化功能不健全，形成了饮食积滞。饮食积滞也是邪气，它是病理产物，所以积滞和湿热组织在胃肠，是这么个类型。临床表现，身热、胸腹灼热、恶心呕吐、大便溏滞不爽、色黄赤如酱，加不消化食物，舌苔黄腻或者是垢腻，脉如梭。这个大便呢，溏滞不爽，颜色是黄褐的，它不光是稀便，里边还加不消化的食物。那形容它呀，就像豆瓣酱似的，酱里边有豆瓣。因为湿热邪气组织在胃肠，正邪相争，所以出现高热，体温是高的，尤其是胸腹部，特别是腹部灼热。你摸摸病人的肚子，那个肚皮啊烫手。湿热组织在胃肠，由于胃肠有湿热加积滞，胃气不降，就出现恶心呕吐。脾不生清，水湿不化，下注大肠，大便就稀，胃里边不消化的食物下走大肠，它就有食物的残渣不消化的。因为热，所以大便又黄又臭又黏，溏滞不爽，黏黏糊糊，黄褐色，内加不消化的食物，就是豆瓣酱那个颜色。舌苔黄腻或者垢腻，垢腻就是指灰褐色或者灰黑色，腐败的浊气熏蒸到舌，形成一层厚腻的垢浊苔。因为它是湿热，所以脉如而说。这种临床表现，湿和热都很突出，但是以热为主，还是热重。所以治疗啊，既要清热，又要祛湿。它有饮食机制，还要导致，因为它大便不爽，还要通下。这治法挺复杂。清热祛湿，导致通下。代表方剂，通俗伤寒论的枳实导滞汤。这个方剂的组成啊，它很有特色。枳实、生带黄、川柏、川后柏，这三个药是小承气吧？这个方剂里边有小承气汤，小承气汤是行气通下法，主要在行气。他用小承气还加了槟榔，就更增强了行气作用。这四个药呢，带黄、
通下、枳实、厚朴、槟榔都是苦温，行气、降浊这几个药，它们的作用是行气、通下，而且这个行气呢是下行，使浊气下降。在用代黄通下的同时，这三味药降气，使浊气下行，通肠道的气机，使胃肠道的气机通畅了，湿热就容易从大便里排出。所以不行气就不可能通下，光用代黄不行。川连就是黄连呢，清热燥湿，燥湿不只是黄连一味药，当然黄连有清热燥湿作用，槟榔、厚朴都是燥湿药，都能够行气燥湿，它们配合起来苦降，这是一类。连翘、紫草、木通这三个药也是清热药，连翘能清能透，紫草清热解毒凉血，紫草也是滑肠药，清热凉血解毒，连翘紫草配起来清热解毒透热，木通能够下行从湿中泄热，现在不好用，换栀子，用栀子来代替木通，用少量的甘草调和诸药，这个方剂里边加了神曲、山楂。神曲和山楂是消导药，消食导滞，这些药配起来有这么五方面的作用。枳实导滞汤是通下药，配伍降气、清热、燥湿、消导，它们共同发挥作用，使饮食积滞得以消磨，胃的功能、胃的蠕动功能就恢复了，湿热邪气向下走了，肠道的功能就恢复了。它是通过这些药的共同作用来去除胃肠道的湿热，消除积滞，而达到通下的作用。湿热病一般来说不用下法，这个属不属于下法呢？属于下法，但是它不属于大下，和大承气、小承气、调胃承气不一样。虽然这个方剂里边有小承气，它是和那四类药配伍的，因为它组织的非常好。用这个方剂有什么作用？它属于清下缓下，它不是急下，因为它不是阳明燥结，不是燥湿，不可能一攻而下，你必须使湿热和积滞排除了才能下，所以不能急。它的剂量很轻，通下的作用也轻，作用也和缓，也正因为它是清下缓下，所以呢这个方剂要反复用，一次下一点，一次下一点，就把肠道、胃肠道的湿热积滞一点点往下刮，
可以连续攻下10次、20次。它不像大城气啊，一攻而下，一次就下来了，这个不可能，因为湿邪粘滞，再加上气机阻滞不通，很难攻下，所以要缓慢的攻下，反复的使用，连续用它10次、20次都没有问题。到什么程度算成功了？大便干了，就像叶天士所说的，伤寒大便溏为邪已尽，不可再下。伤寒的阳明腑实症，它是燥热内结，用三成气苦寒攻下，猛攻几下之后，大便一稀，马上停止，不能再下了，再下就伤阳，说明它邪气尽了。只要大便干就可以下，稀就不能再下。湿温病，大便溏为邪未尽，湿温也好，腹暑也好，都是湿热性质的病。他大便溏只要是稀，就说明湿热邪气没尽。必大便硬，甚不可再攻也，以奋燥为无师矣。这必须大便干了，这回说明没有湿邪了，要停止攻下了。只要是大便稀，就可以反复攻下。那这个方剂的特点，大家掌握几个方面呢？通下法可以用，但是不能猛攻急下，要配合行气，气机通，湿邪才能够下行，要配合清热燥湿，湿不去热不去，气机也不会通。还要配五消导，因为它的胃的消磨能力很差，湿热困阻脾胃，所以要加消食药。有时候可以这么用，在这个方剂里边加上保和丸，保和丸6克，同煎，包个布包也可以。这是阳明气愤湿热。刚才咱们讲过了阳明气愤湿热的症治，下面讲第三大类，腐暑的第三大类是邪气入营分血分，出现营分症血分症。营分症血分症可以由气愤传来，也可以由心营热传来，它出发不是有两种类型吗？一种是发于营分，一种是发于气愤吗？气愤热如果通过治疗之后湿邪渐解，热邪不解，可以入营血，那当然发于营分的就更容易出现营血症了。举了这么两种类型，第一种类型是心营的热盛下于小肠，心营热当然属于营分症，小肠呢属于气分，心营的热下于小肠属于气分，所以这个症候啊，实际上是气营两犯，既有营热阴伤，病在手上阴心，又有小肠气分的热盛，是火脏和火腑，手少阴和手少阳同病。临床表现，发热日轻夜重，心烦不寐，肾或燥扰，口干不欲饮，小便短赤热痛，舌红绛，脉细数，
发热日轻夜重，就是神热夜甚。日轻夜重吗？日轻也是热呀，就是24小时持续发热，白天轻，夜里重。换个名词就是神热夜甚。这个就是迎分症的热型。由于迎热盛，正邪相争，所以发热。夜间阳入于阴，阴不至阳，所以夜甚。这是典型的热入迎分。心烦躁扰不寐，迎热扰心，出现了神志症状。口干不欲饮，是热蒸迎阴。这一系列的表现都是迎热阴伤，热灼迎阴的表现。心与小肠相表里，心热可以下移小肠，有火脏，下移到火府，所以出现小肠热盛。因为小肠它的功能泌别清浊，分栏水谷，胃里边进来的食物通过小肠吸收其中的精微物质，由脾输送全身，糟粕再由小肠来分栏，水走水道，谷走谷道，就是水的糟粕通过小肠的气化入膀胱，谷物的糟粕通过小肠送入大肠。由于心热下移到小肠，小肠就有热，小肠的热盛通过它所输送到膀胱的浊水，就是热水。当然了，小肠热盛它不仅输送水是热的，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它还要消耗啊，浊水里边的水液也被它消耗，消耗了呢小便就浓缩。实际上啊，是由小肠下移到膀胱，膀胱也有热，这样呢就出现尿液浑浊黄，尿的时候热，小便浑浊色黄，排尿的时候尿道有灼热感，因为它输送的是热水，甚至于有尿频、尿急、尿痛，因为它这个水液是粘滞的，所以它尿道不通畅，尿道不通畅，小便就滴沥而出，排尿不通畅，小便不利，滴沥而出，由于热的逼迫，所以就尿急、尿频。尿急是指不能等待，一有尿就得赶紧尿，这叫急。频呢是次数增多。这种病人他的临床特点，有尿就得赶紧往厕所跑，去了半天挤出几滴，还挤不多，过一会儿又得去。原因就是因为小肠热盛，灼伤津液，水液粘稠，导致膀胱的气机不利，所以小便排出困难，滴沥而下，灼热，尿道疼痛，再严重可以灼伤血络，尿中带血，热淋、血淋。心营热盛，损伤营阴，就要凉营养阴，也可以叫清营。凉营养阴是针对心，手少阴心，营热阴伤而来。清利火府是针对手太阳小肠，代表方剂通俗伤寒论的导赤清心汤，
这个方剂的组成，用鲜生地原脉冬，就是生地脉冬啊，来清营养阴，也可以叫凉营养阴。木通竹叶、莲子心、灯心、一元散这几个药，清利水道、清心利尿、导热从小便而出。这里边药都不都是利尿的啊，像竹叶、莲子心并不利尿，但是他们能够清心热，能够导热从小便走，这几个要配合起来清心清利，清心就能清小肠啊，清利活腑，导热从小便而出。一元散是六一散加朱砂，朱砂也是清心的药。于根初啊，他有个特点，他用药特别好用朱砂。你看灯心用沉沙染，什么叫沉沙染呢？就是用朱砂来拌灯心。茯神用朱茯神，就是朱砂染茯神，这是里边都含有朱砂，能够清心。茯神用朱砂一拌，能够清心安神。茯神本身是安神药，没有清心作用，用朱砂染了以后，朱砂有清心作用，朱砂是甘寒药。再用粉丹皮凉血透热，透血中的伏热，因为它热血已经深入血脉损伤营阴了，所以透血中伏热。银白铜片一杯，童子尿滋阴降火，这个方剂啊，这些药组合在一起，能够凉营，能够养阴，能够清心，清利小肠活腑，利尿，导湿热从小便而出。这里最明显的利尿药就是一元散。那么为什么他没有用那些利尿药，竹苓啊、泽泻啊、车前子，为什么没有用那些药？这个病人的小便不通，他特殊，因为他营热阴伤，津液不足，水液粘稠，小便色滞，阴伤的很重，说你大剂量的利尿药利不出来，他没水你利什么呀？小便色滞原因是因为水液粘稠，粘稠的原因是因为津液损伤，所以必须在滋阴的前提下才能利尿。这个方剂生地的量最大，大剂量的生地配脉冬，通过滋阴来利尿，所以找找他这里边没有什么大利尿的药，就是个一元散。利元散能有多大劲儿？三钱一元散没有多大力量啊，重点不在利尿，重点在于滋阴，通过滋阴使他的津液恢复了，再加一点通利的药，小便就通畅了。所以要把这个主次搞清楚，这个实际上是个气营两翻，是小肠热盛是气分热盛，心营热盛是营分热盛，清利活腑就能透热转气。这里边有透热转气的问题，他也用了淡竹叶，那些清心利小肠的药实际上都是透热转气药，使营分热透出。第二个类型，
痰和瘀组织心包。临床表现：发热夜渗，痰盛气粗，神魂沾语，四肢厥逆，漱水不欲咽，口唇着甲青紫。舌睑短缩，质红绛，苔黄燥，望之若干，闻之上润，或者是紫慧而润，脉沉涩。病情挺复杂，这个病变在腐鼠里边是个重症，它是热邪浊液，热邪灼伤津液，气愤的津液被灼伤形成痰，血中的津液被灼伤，血液粘滞就成瘀。它既有痰又有瘀，痰怎么来的？热邪浊液。瘀怎么来的？热邪浊液。气愤的津液凝聚就成痰，痰就可以蒙蔽心包，血脉中的津液不足，血液就瘀滞，血液瘀滞就阻塞了经脉，阻塞了经脉心窍就不通，它是外边有热痰蒙蔽，里边有淤血内阻。何秀山这个暗语啊，就这个西地青洛饮，他加了一个暗语，说的也非常精辟。说这话非常好啊，他说热陷包络神昏，热邪陷入心包导致昏迷，什么原因呢？不是痰迷心窍，就是瘀堵心孔。这话说的非常经典，热邪浊液成痰蒙蔽了心包，这是一方面。另外，热邪灼伤血中津液形成淤血，淤血堵塞了血脉，心也闭啊，痰瘀阻滞在心包，那心神还不内闭吗？人还不昏迷吗？所以他的表现出现身热夜渗，这个好理解，心营热盛，营阴损伤，痰盛气粗，肺里边的津液灼伤成痰了，肺和心包都在上焦，所以蒙蔽了心包，肺里边有痰，宣降失常，肺气上逆，可以喘，同时喉间呼噜呼噜的有痰声，呼吸气粗急促，痰热阻滞气机，痰热加淤血阻滞气机，阳气不通，不能达于四肢，就四肢厥逆，因为热邪蒸腾了营阴，上潮于口，他就口干不欲饮，漱水不欲咽，就是不想喝水，
也正因为如此，所以蛇红将，血中津液伤。为什么望之若干，闷之原有津液？就叶田氏的话啊，望之若干，看这个蛇是干的，用手摸一摸呢，还不太干，还滑润，或者是紫晦而润，那就说明它血中的津液蒸上来了，所以蛇不是那么干燥。但是病本不等于它阴不伤，说明阴伤的很重，是营阴蒸腾到蛇面，所以上润，甚至于严重了，血液瘀滞的非常严重，出现紫晦蛇，但它也不干，营阴上潮，因为血液瘀滞，血行不畅啊，所以口唇爪甲青紫，嘴唇指甲都是青紫，末梢循环衰竭，是这么种情况。舌睑短缩，转动不灵活，是因为痰阻包络，手少阴心经的别络系舌本，痰阻心络，舌就往后缩。为什么有黄皂苔？因为它痰盛，所以舌降也好，紫晦也好，那是舌滞，舌苔是黄皂的。气分有痰热，血分有瘀滞，你说它是营分症还是血分症？这个症候应该说是气血两翻，气血两翻实际上是气营血三翻，它也包括营，那就是说气分有痰热，营阴损伤，血液瘀滞，形成淤血，淤血当然是瘀的血分呢，它是气血两翻症。怎么治疗？开窍。怎么开？既要活痰，又要通瘀，所以它的治法是清心、活痰、通瘀、开窍。光化痰不行，光活血也不行，因为什么呢？痰化开了，淤血还阻塞心孔呢，开不开？光活血，血脉是通了，外边还有痰热蒙蔽着呢，也开不开，必须化痰和通瘀同时进行，才能达到开窍的目的。那么痰和瘀是怎么造成的呢？由于热造成的，所以前提是清热，清心热，活痰通瘀开窍。代表方剂，通俗伤寒论的西地清络饮，清络就是通血脉的意思。这个方剂是以犀角地黄汤为基本方，你看，犀角、丹皮、生地、赤芍，四味药，这不犀角地黄汤吗？犀角地黄汤凉血散血，这个不用细说了吧？所谓散血，包括养阴，通过大剂量的滋阴药，地黄用8000吗？稀释血液，补充血中津液，使它稀释，再加上活血的药，通畅血脉，这样使血液恢复流动，瘀就化开了。这犀角地黄汤原方清心、凉血、滋阴、活血，四个药都是凉血药，而且又滋阴又活血。他这用犀角汁是什么意思？犀角的用法，犀角、羚羊角都一样啊。
这么三种用法。一种是磨汁儿，就像咱们研磨一样，把那洗脚啊，比如说那大粗碗的碗底儿，在碗底上盐蘸着水盐，把那沫儿蹭下来，像研磨一样，那水里边就含有洗脚了，这是洗脚汁儿。洗脚本身并不是汁儿，是蘸着水在粗碗上研，研完了以后，那个时候像研磨一样。再一种用法就搓沫，拿搓搓下沫了，一般都是重复。再一种拿刨子刨，刨很薄的片，这种是煎服。洗脚连牙脚这么几种用法，现在呢都有沫。洗脚不用了，用水牛脚，水牛脚量加10倍，大剂量的用。现在都有粉，可以冲服。这里边的化痰药，咱们先找化痰药。竹沥、姜汁儿，煎服法里头有鲜石菖蒲汁儿，把石菖蒲新鲜的捣汁儿，这叫三汁。竹沥是水，生姜是汁儿，石菖蒲是汁儿，有什么作用？三汁活痰，活痰呢，主要是竹沥和菖蒲。竹沥大苦大寒。竹沥有两种，一种是天然的，一种是人工的。天然的呀，是竹子节上流下来的水，这就等于啊，竹子得了关节炎了，从关节上往下流水，那个水收集起来就是竹沥。如果你不收集，它水流在地下，和土粘在一块儿干了，就是天竺黄。所以天竺黄的作用和竹沥是一样的，化痰。大苦大寒，这是天然的。再一种就人工的，人工的是把青珠子，青的啊，新鲜的青珠子里边的节儿给它打通，打通了以后斜着直起来，下边拿火烤，一烤它就出汗呢，那个水收集起来就是人工竹沥，也是苦寒。现在竹沥啊是100毫升一小瓶，密封的，很好买，一次30克。你那一瓶呢分3次，就是一次33克吧，33毫升吧，要不然呢就分4次，一次25毫升都可以，量要大，少了不行。竹沥是大苦大寒，它容易伤胃，所以用的时候呢要配姜汁儿，把生姜捣汁滴在里边，生姜是辛温，制约它这个苦寒，防止它伤胃。实际上啊，这个竹沥是非常难喝，有一个又苦又焦的味儿，喝了以后容易呕吐，加姜汁实际上是止吐，既护胃又止呕，有这么个作用，防止它喝了竹沥以后吐。石菖蒲辛温芳香，它能够化痰开窍，那捣汁用的量更大呀。这三个汁合在一块儿，共同的来起活痰作用，主要还是竹沥和菖蒲。菖蒲芳香能够开窍，这三汁活痰。是从外边把痰活开，开心窍。粉丹皮、生赤芍、圆桃仁，就是丹皮、赤芍、桃仁这三个药，它不是汁儿，叫散物。用散物来通瘀，这三味药活血化瘀。当然要想活血化瘀，必须先稀释血液。这个方剂里边还是地黄的用量最大，用鲜生地，新鲜的。
不是晒干的，它里边含有很多的地黄汁儿。来滋阴，血液里边津液充足了，不粘滞了，再加上三物一同瘀，淤血才能散开。没有滋阴的药，这瘀是散不开的。连窍透热转气，实际上啊，活痰也好，通瘀也好，都是在起透热转气作用。痰和瘀都可以阻滞气机，都可以使营分血分的热不能外达，所以活痰也好，活血也好，活痰通瘀都有透热转气作用。再加上连窍在这个基础上使邪气透转气分，他还用了两个特殊药，一个是鲜毛根，一个是灯心草。灯心能够清心热，清心利尿，在这儿用它来清心。鲜毛根甘寒，凉血滋阴。鲜毛根配生地，能够滋阴凉血，补充血中津液。这个方剂啊，组织的也很好。你分析，从理论上分析，痰瘀蒙蔽心包，既能活痰又能通瘀，但是它的作用不够。真正到这种程度，口唇爪甲都青紫，出现循环衰竭、瘀滞很严重的情况下，这个药力量不够，可以配入安宫牛黄丸，增强活痰的力量。用西地青络饮配安宫牛黄，单用安宫牛黄不行，因为安宫牛黄没有活血作用，它不能通瘀。用西地青络饮活痰通瘀，再加上安宫牛黄，作用就更强了。你分析分析它的方剂组织的非常好，三支活痰，三物通瘀，针对痰瘀。当然呢，热性病伏暑也好，春温也好，风温也好，暑温也好，咱们前边就讲了一个活痰开窍，没有提到活血的问题。实际上往往是痰和瘀同时出现，这个方子非常启发我们的思路。那么内伤病里边有没有这种情况？不是外感病，不发热有没有？其他病有没有？有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啊，我弟的一个朋友是开大卡车的司机，上河北省保定地区那边走，开车走开挺快，一个小伙子20多岁骑自行车走，他把人给刮个跟头，摔出1米远，摔了以后当时就昏迷，送到医院，过几天呢经过治疗清醒过来了。这个人呢神志昏乎，你说他不明白，你叫他他也知道，喂他饭他也吃，但是呢昏昏沉沉，反应很迟钝，两眼发呆。就到这个程度，医院也没什么办法了，就是一个重度的脑震荡，啊，老吐，就出院了。出院你也不能把人送回家去，就在家里养着人家，这怎么办呢？让我去给看，我看了看呢，舌苔厚腻，黄腻苔，两眼发直。没有热象，它不发热，舌质紫暗。我就想起何秀山这句话了。他说：“热陷包络神昏，非痰迷心窍，即淤堵心孔。”这不是热陷包络，但他神志也不清醒啊。痰那么厚，那么厚的舌苔，这肯定是痰呢、啊。舌质紫暗肯定是有瘀啊，实际上也是痰迷心窍，淤堵心孔。我倒没用西地青络饮，用的什么呢？血府逐瘀汤、和温胆汤，就这方。吃一个礼拜以后，这个已经是一个多月了啊！出院一个多月，就在家里啊，天天是这老太太喂他，还得找人看着他，还说胡话。你喂他，他也知道，但是头疼、昏昏沉沉，血压也不高。你要说他有危险也没有，就老也不清醒。吃了一礼拜，舌苔就退了，薄了。
精神也好了，说话也明白了，也不用喂了。再吃，连续吃了一个月，什么事儿没有了，就用这个血辅助鱼，和文胆汤。思路怎么来的呢？我就想起何秀山那句话了：“痰迷心窍，淤堵心孔。”你不管是不是热性病，他只要有这种表现，就是这个思路。你倒不一定用他的原方，总归化痰、活血，这两个必不可少。那有些个病人，比如说缺氧的、昏迷，也是化痰活血。所以咱们就掌握这么个原则：昏迷的病人、神志不清的病人，你不管是外伤造成的，或者是热性病造成的，或者其他原因，把何秀山那句话浓缩一下啊，就这么四个字：神志不清的原因非痰即瘀，不是痰就是淤血，而且往往它是既有痰又有瘀，是两方面的因素。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啊，化痰活血，如果有热，那当然你要清热凉血了。所以这个方剂呢，实际上是气营两清，活痰清气分热，凉营活血是清营血分热，也可以说是气血两清，再加上连翘灯心，灯心把热往下引，连翘使热向外透，组织非常好，力量虽然轻，但是思路非常好。就我刚才举的这病人，安宫牛黄丸也吃过，那就想尽一切办法得把给人治好啊，也不起作用。为什么呀？安宫牛黄不能活血，它是活痰开窍，没有活血作用，它舌质紫暗，脑震荡外伤性的淤血，人加上活血药，这个提供大家以后临床做个参考。腐鼠就讲完了，腐鼠的内容不多，大家可以这么考虑啊，咱们就讲了这么几个类型，实际上腐鼠不只局限于这几个类型，凡是鼠温病出现的症候它都可以出现。鼠温病可不可以出血？热盛可不可以导致冻血发斑？可以。腐鼠也同样可以，因为这些内容在鼠温里边讲，这就不再重复。那咱们这讲了一个痰瘀阻络、蒙蔽包络，这络是指包络，蒙蔽心包络的昏迷。那么营分热盛、灼伤血络、破血妄行进一步发展，可不可以导致出血、高热、神昏燥扰、发斑、吐、尿、便、尿？可以啊。怎么治疗？也是洗脚地黄汤，一样。因为暑温、湿温、腐鼠这三个病都属于湿热病的范围，所以他们在症候和治法上都是相通的，就是吴鞠通所说的腐鼠、暑温、湿温正本一源，他们出现的症候都是一个来源。哪一个来源呢？湿热邪气。所以临床前后互参，你了解暑温病，你别忘了腐鼠和它有同类的表现，湿温也可能，互相参照。你别局限说腐鼠讲义了讲六个症，就这六个症，不见得，临床千变万化，可以出现很多症，你和湿温、暑温互相借鉴、互相参考就行了。大家一定要打开思路，就掌握这三种类型，虽然是三个病，他们都是湿热病，无非是湿重于热、湿热病重、热重于湿这三种类型。关于腐鼠病的出血症咱们就不讲了，因为前面讲过了，下课。